右侧脑袋啊，右侧脑袋偏后一点啊，那个地方跳痛了啊啊，这里是我看到那个马蹄啊，马蹄啊，跟，我就看到那个叫，很多马啊，马上站下来呢啊，现在那种人的脸看不清楚啊，只看到马的脚啊，快速，再走啊，载着那些人。就啊，有的人好像是，已经受伤的那种样子啊，耷拉着脑袋受伤的啊，那种啊也带着走啊，就是当时的那个定格态，应该叫定格态。当然这些人早就死了，死了以后当时定格在什么地方啊，什么葬堂啊，就定格态，啊就带着走，浩浩荡荡带着走，基本上一眼望不到边了。你说这么多的那个被，不适合地球的，不适合在地球上待着的啊，留在地球上的话，留在地球上的话，确实压力很大。现在你们能回头想想啊，回头想想，人家那种，人家玉美论讲的那些啊，是要消减地球人口之类的啊，他们不知道，很大的问题是在盲领态度了啊，那就那种人呐、啊。是很，做了很负面的事情的那些亡灵太多了，所以啊，那些亡灵太多了，就影响到我们这个地球了啊。但他们又不知道问题在哪里，以为活着的人应该太多了，所以说呢要消减人口，说要消减人口，现在是消减人口啊，他们所说的消减人口，应该先处理亡灵开始啊，不该再带这边带着的就，先把他们运走啊！难怪当时下来，先人下来的时候，我说那么多的马啊，怎么每人骑个马？那么多的马啊，那么多的马啊！哦，现在知道了啊，那个马下来一个啊，是来接走地球上的好多的灵魂的啊，要接走很多的灵魂啊。原来这个马就交通工具啊，来接他们走的啊，把他们接走，把他们带走啊。不适合在地球上待着啊，或者人岗人训啊，训练去啊，所以呢，地球上的道个败坏，人家都知道道，很多人道个败坏，道在人上，所以呢，要他们把他们的灵魂带走，自己，重新，灵魂呢重新出去，来改造啊，重新给他们培训改造啊。不能就是像以前这样啊，都是在地球上，坏人呐、死了一个，然后又投胎来了啊，投胎来了再是一个坏人，因为中间没有一个改造改造的过程，现在把他们那种要改造啊，增加了改造过程啊，好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再见啊，再见啊。